大家好，我是杨奔。我们这次的舞美走的是那个地下的路线，是吧？然后我来了以后，看见晋级区这一排破椅子，我说你这个地下元素不能是地下铁吧？你这就是啊。而且根据往年的经验，就是晋级的人一定是要多于那边的椅子的。那以后你让后面晋级的人怎么办呀？你走过去跑过去，哎，来来，谁给新人让个座呀？来，然后。而且我们脱口秀演员真的也非常好糊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玩意儿，你们第一次看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就是四灯和三灯的区别，然后所有人看他升起来，说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这么远哪儿厉害？这哪儿厉害？这个玩意儿在地铁站就叫电梯。行了，讲点我自己的事儿吧，要不啊？我现在就是这一年之后，我有一个确实有个感觉啊，我感觉。我去年的求婚确实有点太高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前段时间我和一个综艺界的前辈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别人就问他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看这个杨奔在节目上这个求婚呀？是不是特别厉害呀？”前辈微微一笑，对我的评价只有三个字：太年轻。这个前辈就是李诞啊。但是跟你们说实话，就是。这个求婚这个事儿真的给我自己挖了一个坑，因为当时求完婚之后，我要自己去买那个钻戒，我之前对这些珠宝根本不了解。我第一次去逛珠宝店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无知是你逛奢侈品店最大的底气。我进去之后，人家说啊，您这个来看钻石呀？我说啊，对啊，这您想看一个多大的钻戒呀？我说无所谓。你们这儿最大的是哪一个呀？说完这句话，店长出来伺候我来了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真的只想知道最大的是哪一个而已。所以我真的很烦那些奢侈品店员，就是你卖我东西就卖我东西，你不要考我。啊，那些店员上过来就是啊，您来看钻戒呀？那您之前对钻石的种类有什么了解吗？我说我之前有一些了解来着。但是可能记得不太清了，我就记得黄钻是空间。绿钻是音乐。粉钻是什么呢？服务员觉得我在耍他，恶狠狠地跟我说宠物。不要考我。还有一家店叫海瑞温斯顿。这太夸张了。他上来跟我说，他们家那个钻石啊，正面有个 H， 背面有个 W， 哎，这象征着这个婚姻当中这个身份的缩写。你知道这个 HW 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啥呀？海王嘛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就是这个结婚为什么一定要买钻戒？我还去查了一下，有这么一个传说，就是说有一个奥地利的贵族路过了法国，爱上了一个姑娘，然后呢就送了一个钻石，从此钻石就是婚姻的象征了。我当时心想，要不人家这个欧洲人会做生意呢，是吧？就是一个王公贵族的传说，就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买钻戒。我们呢，乾隆六下江南，从此有了鸭血粉丝汤。然后我就特别不明白，就是那些卖钻戒的，他为了让把这个钻戒卖出去，让你觉得心安理得，他会设置很多所谓的小巧思。是吧？就比如店员跟我说，就说啊，如果您买了这个我们家的钻戒的话，您可以在戒指的内壁上呢刻上一圈你认为有意义的数字啊，结婚的纪念日呀、生日呀都行。你想刻什么呀？我说把价格给我刻上去呢。后来我买了戒指之后，节目还没播，我只能暂时把戒指存在店里，然后加了那个女销售的微信。但是那个女销售她为了月底冲业绩，她就老问我什么时候来取。一方面呢，我不能让刘培玉知道我求婚了。另一方面，我又要安抚好女销售的情绪。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真是我感情五年来最刺激的半个月了。我说正吃的饭呢，一看手机，我去个厕所。他又问啊，你什么时候来取呀？我说不是跟你说了我最近没时间吧？
然后这么反复几次之后，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，我就又躲在卫生间里给他发微信，我说如果以后我不主动联系你的话，你就不要给我发微信，此条收到不回复，然后喷删除。但是女朋友一下子就会感觉出来不一样的嘛，然后她在我那个手机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，一点进去聊天记录一片空白，她就问我说这是谁啊，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忘了，我要不问一下。然后她好像一把抓住什么把柄的样子，这样说你别动你别动，胜券在，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经验，她说你别瞎发，我说什么你发什么，你就先发俩字儿，在吗？我当时真的吓死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祈求他能默删了。结果发完之后，没想到那个女销售秒回，她直接回：“杨哥，你最近有空来我这儿了。哎”我真的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什么？该付的。在最后非常仓促的一秒钟，三位被最后一个出轨梗给打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采访一下。感觉最后出场是新婚祝福，给你贴点红啊。哎，杨梦，你最开始前面那整段全是现场直刚写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一段说特别的有，整了点即兴吐槽。娜姐为什么最后激动了？就觉得那段挺刺激的。我觉得因为前头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了挺可笑的梗，但拱到最后了啊，就赶紧唰下手吧。对，我以为还有啊。你以为他还要讲很长？对，然后说哎赶紧。对，现在结了吗？今年刚结，今年二月份刚结。这有什么好熬的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儿。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，我来说点保证不会被剪掉的吧。像杨门这样的感情在我们公司也属于1%的珍贵。跟钻石一样。就像金典娟山有机奶一样啊，限定约1%娟山牛，用心打造中国好牛奶啊！祝福你，代表金典祝福你。我自己就不瞎说了。行，要不要讲讲婚后生活怎么样啊？我2月底结婚，3月底就封在上海了。我当时那个感受就是你可把一对对婚姻还有美好幻想的新人，一下子关在一起俩月了，婚姻加速的很快啊，就是。金婚了，我们可以金婚了，可以金婚了。好，恭喜杨门获得四等成功晋级，送上天花板。拜拜。我今年有一点点找回了前年那种傻子的状态，就是莽夫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反正就是有一种上去就死就死吧，我不在乎的那种感觉。